请收看《唯心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所有前世同修及当下啊，法会呢，我们在楞严坛啊护坛的延平法师和所有八德道堂的前世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水陆法会是一件大工程，水陆法会。地上爬的，地下里面钻的，天上飞的，我们一概不分他的种族，我们都一概要超度啊！他们的灵性与你平等啊！所以水陆法会要办场水陆法会。必须要有相当相当相当的用心和发心啊，曾经我们办第二坛的时候，我们有同修嘞，他也参加各个宗教的水陆法会，认为我们办这个水陆法会没有什么。他来参加之后嘞，跪在老祖前面哭，哭说：“老祖啊，对不起，我太没有智慧了，太功高了。我以为呢，我的见地呢，超越了混元师父。今天我终于了解了我的见地啦，知识啦，在我们的混元师父所带领的同修。”之下还渺小的像微尘呐、所以他大哭以后，他就回去了，从此就再没有看到他了。我想他是好好去忏悔了。再办一次水陆法会，名扬两界都要超度，也不是说我请了。高僧戒德来帮我们超度以外，我们所有闲事同修呢就不必修了，我出钱就好啊，不是这么肤浅啦啦。这一点特别要跟各位十方善知识来说明的。我们今天在3月20日早上。以唯心圣教刚才500罗汉500尊者说明500尊者各项缘由的时候，我们就接着来这里诸经坛的服务处后面是龙藏龙藏是佛教界的三藏十二部经的经宝，有7246部的经宝当我们进去你看了才发现我们人很渺小，所知道的是非常非常的微细，比一只蚂蚁所知道的还少。
啊，蚂蚁呢，它也会看懂字呢。哦，所以蚂蚁的问题，它也有很深的智慧啊。我们维信圣教功德基金会秘书长，圆道法师，啊，他开始民国82年，啊，离开家庭就出家了。啊，来到长吉山仙佛寺，来这里学，要学道，要修道。啊，我问圆道法师说，我没有道可以让你修，我只有一般坐禅人的成语跟术语尔。啊，有一天，啊，圆道法师的禅房，早上起来蚂蚁。哦，迄算千只万只诶，门前都拢满满满。哈哈哈！黑蚂蚁，但是又不敢咬它，因为它是一个大菩萨，不敢咬它，咬它会被前面扑杀，龙天护法会把它扑杀。哦，那个圆道法师问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很好办，蚂蚁它也认识字，你把它用小红纸写了。蚂蚁公蚂蚁婆啊，我这个是我休息的地方，你不要在这里，在这里呢你会被我压死啊。然后用几根油杆呢插在床铺旁边呢，再过一下子去看了，那炸到料呀。你看他五班级不，你写的台湾字中国字，哦，他都懂字都懂哎啊。然后呢那一天晚上，第二天晚上呢，啊，我们的吴师兄吴万户晚上都不敢睡觉，隔壁房间跑进隔壁房间，啊，就没有办法睡觉了，求助于王圆道法师，才跟他说，那蚂蚁公你按照如法把他写了，哎，过一下子也都跑光光了，蚂蚁走过去头抬起来，他会先读哎，啊，先读，若是你写太高了，他看不到。所以我们三界的师兄枯风茂圆律法师啊，家里呢厚，哦，那个蚂蚁很多很多呢，在照他呢啊，一大堆，他贴在下面，不，蚂蚁在下面一大堆，他写在上面，那师傅说没有效，你要多高，他在上面，我说没有用了，那么高他没有戴望远镜啊。所以你赶快把贴到墙下就跑了，以后就没有再来了啦。所以这个都是有很深的禅意呀，啊。蚂蚁也有灵性，也有生命。还有我们六界一位师兄啊，刘师兄呢，他很可爱啊。他没有读的时候，他家种田有一窟好几百平的田里啊。突然有一天，哇，都是红蚂蚁啊，红蚂蚁哦，就恐怖哎，红蚂蚁一伸一脚的，先上身了就死翘翘，怎么办？所以就他就去买农药扑杀。很高兴一扑杀的那么快，第二天呢，他整个身上都一点一点，全身都痒起来，哦，去找医师，找什么都没有用啊。后来才想到说，哎呀，师父告诉我说，就诵经，诵佛说大阿弥陀经，烟灰转动皆超度，啊，所以佛说大阿弥陀经呢，啊，诵完了。啊，那这个就不痒了，但是并不代表说会好，啊，第二天再送，第二天再送，啊，送了好了，哈，啊，送了他一个礼拜了，全部都好了，还告诉我师父，蚂蚁他们也有灵性哎，所以随便扑杀蚂蚁也会换因果啊，啊，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蚂蚁又来了，
又来了，又把他扑杀，试看看，也许是巧合啊。这下更严重，所以我们种田的朋友们，你们很慈悲，也很无奈，把那些蚂蚁虫啦、燕雀软洞蛛灵，他们也很冤枉，也很无奈，所以我们就结下冤仇了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水陆法会所超度的明阳两界，水陆空，所有三界万灵都要超度。那么我们就有台中市的中港道场，延展法师，还有我们板桥，江医师、牙医师江彦军医师，两位，和神农帝都有很深的缘，所以有一天呢，那燕雀软洞蛛灵就爬到延展法师的身上来，整个身上都没有力了，到天坛来用哭的用别，我说你别啥呢？我还没死呢，你也可以别啥了？原来就是那一些燕雀软洞医护在他身上全部应付过来，足恐怖呢！那因为他是做农药了，开农药行，他是贩毒的。农药行呢，把所有蚂蚁还有虫什么全部都扑杀。那我说你就要成立台中港道场，好好修行超度那一些冤魂转动诸灵。所以你们去我们的净土坛有两座宝塔了，那就超度冤魂转动诸灵那所以我们水陆法会超度好多好多好多的各种的灵那我们各位同修们，我们要了解，你光一坛的超度还不够，所以需要有七个坛来超度。那我们今天现在呢，3月20号也已经11点了，我们在仙佛寺如来院前面的楞严楞严坛跟法华坛、华严坛呐、华严坛，还在龙藏这里呢，有非常有修行的内定，定力很够，他不出声的，一直用眼睛来去静观，这个经忏经宝，然后来转思转化，明阳两界之灵。这个功夫是上乘功夫，有的是内修，有的是外修，所以我们修行有的你用的拿起来看，你睡晚上睡不着，经书帖来看一看，爬来盖一下睡着了，那你也是入定了啦，那是内修啦，由外而内，有的内呢烦恼太多的时候，你经也没有办法，那只有起来运动。甩手甩手好好一直拜佛拜半天嘛，你就可以躺着就可以睡觉了。这个都是修行的一个要领那我们现在呢就在这里呢我们内部呢是法师在修行这功德都回向给各位。我们要感恩，也祝福各位，阿弥陀佛。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行事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水陆法会。来到内坛，内坛外坛，一个内外双修。外坛也是要心，内坛也叫心，所以全部都万法为心。
归于一心。啊，内禅的法仪和外禅的法仪有所不同，所以在今天20号了，啊，今天8点呢，啊，就开始已经深谈结界。结界的意思就是仰仗佛力，天威龙天护法，像这个水陆法会，遍虚空，啊，都能够啊发表，让遍虚空的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啊，都能够啊光降。来到水陆法会坛城，啊，端坐24席，啊，这个人圣座莲位，啊，本教，啊，这是一个水陆法会的内坛，也是请明定大和尚帮忙助坛敦请，啊，台湾佛教界啊专门办涅槃的大师道灯大和尚助坛，还有各位高僧戒德，啊，依照水陆法会以鬼换本呢，啊，来啊一一的啊送封送招请说法开示供养啊告赦过下，到最后呢，啊，我们在3月26日。啊，王禅老祖圣诞的那一天下午1点半，啊，我们将所有连座上的以及各位你们来参加啊水陆法会所供设的府上列祖列宗朱祖灵，啊，冤亲债主朱祖灵，啊，无缘住处朱灵，还有啊，地基组各个连位啊，朱灵呢啊，依照换本法仪啊，送上法船，灵归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购置成就佛果位。所以今年的内坛，服务的，啊，就是由维新圣教大安寺，啊，圆德法师，啊，负责带领的，我们维新圣教大安寺的所有贤士同修呢，啊，来负责，啊，在这里服务。啊，这个是非常辛苦的。啊，过去我们水陆法会涅槃，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有晚上3更半夜、1点、2点、3点、4点，啊，在深谈的。啊，因为在去年呢，我跟明定大和尚啊。啊，商讨能够啊全部改在白天，啊，大家来拜也方便，啊，工作的同修也方便，啊，所以经过道灯大和尚还有上明大下定大和尚呢，啊，允许啊，啊，我们就改为的明白天早上8点
啊，到下午差不多6点左右呢，啊，我们的欢迎啊各位呢，在这段时间来，你们有时间可以来到仙佛寺，要来参加涅槃，都可以进来。第一要虔诚，第二要穿海青，第三进来要肃静，好，不要喧哗。啊，第四呢，我们要有谦敬心。啊，这样的话，我们涅槃，啊，你们就可以进来，不必像啊一般的寺庙道场，他们做涅槃的大法会的，啊，要多少万多少万多少万。钱不能解决人世间的问题，只有一颗谦敬的心才能解决问题，就是要有诚敬的心、忏悔的心入涅槃，我们来修持，才能够消灾化解、解怨释结啊！所以我欢迎各界，你们要来仙佛寺参与涅槃的，啊，明天你们可以来参与涅槃，啊，在这里向各位做个说明。